这一球打到中间方向，结果啊没有接到，向后退，向后退，向后退，打全打墙要弹了回来，两出局的。那这个对像潘武雄这种打击者，当然就应付起来会比较轻松。现在要承接线走了，嗯，这个弹跳之后，陈诚威没有接近手套，唯一就只有陈崇宇打得不好，是三个打数只有一支安打。嗯，这个起跑抓得相当的相当的好哈，如果传到了的话，有机会。他给这球打到了中间方向，中华野手向后退，向后退，蓝英伦看着球打在全打墙上弹回来，陈杰宪绕过三垒要回来得分没有问题了，他可以停一下，停一下，赶快来，有，应该要来得及，及时回到二垒垒包上，然后前行政院长，哦，张晨佑这个厉害，他要打到了中间方向啊，轻巧的一推，张晨佑。这球内野的高弹跳，杨家伟接到之后选择抓三垒啊，结果一个都没抓到。这个选择应该是传球失误。那这个游击的手背该怎么办呢？杨家伟现在是感觉上给自己的信心打击越来越大，哇，传到了钟成佑的屁股上。对，因为是一条线嘛，哈。不过我觉得郭富林的手背位置是正确的。这一棒打成了一个冲天炮。这次罗国龙就定位了，嗯，这个，应该够了。接杀，看看三垒上的跑者起跑，罗国龙有没有往本垒传？这次选择他要往前进，他就会有点犹豫，因为有可能我中间就会接起来往二垒传，我放弃这个分数了嘛。是，但是你一投高，他就一定有机会往。稍微碰上一马，哇！这球打到右半边的飞球，郑凯文向后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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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了，哇，全垒打，差一点点哎。还有机会接得到，郑凯文跳起来之后还是没有接到。嗯，郭彦文敲出了这一发阳春炮，让场上蓝冰狗这场比赛第一次取得领先。哎，又出去了。对，这球打到了中右外野方向的飞球，打在我看起来应该是出去了。出去了，出去了。所以是看到 back to back 两支全垒打。哇，这比较中间的位置哈，啊，是有机会，慢慢跳哈。哇，这个也是一个滑球哈，对，比较低角度了，被他捞起来了。哦，这一球打到了中间方向，哇，郑凯文今年球季的第一支安打终于出现了。哇，这一球打到了中间方向，结果落地形成安打。这一球罗国龙的打点啊，打理就非常好。现在郑凯文要冲三垒没有问题了。嗯，五局下半，统一的进攻现在一出局之后，一三垒上都有跑者。这一球打到了右半边，结果安打。哇，那这一棒刚刚一垒上的跑者罗国龙会停在哪里啊？球传回来的时刻，罗国龙停在三垒上。嗯，这一支二垒安打带有一分打点。好，这一球打到了中间方向，中华野手向后退，向后退，向后退，打全打墙要弹了回来，两出局了。所以现在刚刚的三垒上的跑者来得分，一垒上的跑者现在绕过二三垒冲反垒，这一棒带有两分打点，潘武雄现在又帮助球队超前的比数。嗯，刚好他今天两支长打都落在这个位置。这一球打到了游击方向，结果这次又穿越，潘武雄绕过三垒要冲本垒回来得分，帮助统一再多添得一分。嗯，现在是两分领先着蓝米狗。然后转传的时候好像也不是很确实哈，那你形成这样子的结果。本来郑凯文应该是停留在三的垒包哈，是，就是这个刚刚多看了一下的这个判断，那转传回来又歪掉了哈。那陈俊秀接到的时候，郑凯文已经起跑，所以又多失了一分了。对，看起来应该会记一个打点。嗯，今天先发，这一球打到中间方向，结果啊没有接到，蓝一轮还是只能够让球落地啊。所以这一次呢，陈崇宇就回来得分了。场上现在看到统一再多拿下一分之后，7-3。
这个外球就直接送过去了。看起来的确啊，第一时间蓝盈伦就慢了一步啊，没有碰到球，所以应该没有问题了。记录上是要接安打的，是有机会接得到哈。这一球直接打给郑军人，转身传给游击手残垒包，再传向一垒 double play。今天已经是第三次了 ，Lamigo 打出双杀打，而且有两次是打给投手。也没有带到哈。没有任何人有任何碰撞。哦，应该是这个高国庆这个球传回去的时候他没看到。啊。这种状况常有。啊，结果打到林祖杰。对，那个出局以后会做一个传接的练习。我现在直接要退场。所以两队今天游击手真的用很凶啊，用很凶。我喊第三个，啊，是陈庸基，不是在旁边练半天的潘彦廷。对他来讲，传球就是一个考验了。对，哇，这一球看到打到了右半边的飞球，两个野手都过去出去了。同一师连续三天都有打者开轰。所以下次陈庸基说：“教练，我可不可以打前五棒？”好，明天统一的先发投手将会推出罗里奇。哇，这一球蓝盈伦咬到右半边的飞球，看起来应该是有出去了。今天场上蓝米狗敲出了第三支全垒打，蓝盈伦的三分炮让场上现在6-9，差三分。这个。林子威真的是怨不得人啊，自己投了两个保送之后被蓝盈伦敲这一发本季的第二支全垒打，然后是一支三分全垒打，打到的瞬间就知道这个应该是过了。对对，应该是，要不然就是他的滑球，就是横向的这种变化球。